来快，要打点这个糖汤。把糖色均匀的裹在肉上头，然后加上生抽、老抽，下水。水开之后，加上葱姜蒜。 干花椒、海椒、香料、料酒、盐、胡椒粉，扛上锅盖，给它炖1个小时。时间到，哇，这个香味儿！加点豆干儿，再把我们的野鸡蛋放进来。 下雨啦！ 出国了，这个突然那个雨来得那么突然，就像我们的爱情。赶快赶快，下雨了！哎呀，哦，你听到雨声没得？听到肉声。啊，这个事儿不错。来点莲藕的原汤，这个泡饭绝了，我跟你说。那个雨就停了，5分钟都没得，就像我们之间的爱情。 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我也来一块。哦，这个肉舍不得下嘴，它是一个艺术品。你快尝一下。嗯。 只要速度够快，它就是干净的，不能浪费哦。再来块，要蘸点这个汤汤。你吃过那个野鸡蛋噻？专门给你补身体的。没有人给我剥。我是不是你的真爱？我给你剥。哎呦，好烫啊！给它拌一下，来吃它一个薄薄蛋，再来一个。这个蛋好吃啊，吃起比鸡蛋嫩。嗯。再来一块，再来一块。哎。你这个桌布一铺，显得好高级啊！不是我的手艺好吗？手艺显得高级吗？根本没得手艺那回事。所以爱是会消失的嘛。你吃了蛋之后就没得爱了。哎，我再吃一个感受一下。吃块豆干儿。哇哦！ 那个豆干好吃，入阵入阵的，像肉一样。哎呀，我专门弄了块皮子在里头，看到没得？那个皮子绝了。我的嘞？啊！不要生气啦！啊！不要。 肉吃不下了，再来个波波蛋。那个时候有点凉人，只能吃个4、5块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哈，祝大家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这个留给张总晚上吃。再加上葱姜一起煸炒出香味，再加上1勺豆瓣酱，1勺甜面酱增加风味，可以加水了。 加上1小勺胡椒粉，生抽、老抽来上一点，加上一点13香，来一点底盐，海椒、花椒来上一点，上上锅盖，给它慢慢炖上1个小时。哇，好安逸，1个小时。顺手都还要洗碗。怎么样？嗯。哇，看起这个色泽。 还有那个腐竹，烧到里面好好吃哦，蘸点那个汤。 哇，我皮子真的是好好吃哦，糯叽叽的。这是那个儿菜泡的咸菜，嗯，好好吃啊。嗯，这个咸菜一吃，两碗饭都打不住。 你来尝尝，嗯，那个腐竹吸满了底下的汤汁，变得好好吃哦，像肉的味道一样。满足。满足哈。吃到那盘红烧肉，心底里面红红火火。 看那个红烧肉，那它烧起不大了噻。嗯。现在你以前我记得光是瘦肉，现在是不是觉得那个肥肉也很好吃？一点点都不肥，是不是？一点都不油腻。就是要吃那个烧烤带点肥的，还有皮子那个五花肉才好吃。光是那个瘦肉的话，烧起来柴。嗯。 我有那个咸菜，我也要再碗饭。嗯，啦，我们两个一人一套，然后一人一半辅助，好，然后一人一根那个纸浆。好，我这还要晚饭。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祝你有个好预测，拜拜。哇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可以嘛？可以。加葱姜蒜了。 两勺豆瓣酱，干花椒、海椒，再来一点乱七八糟的香料，倒水，好，可以了。加点生抽、老抽、盐、胡椒粉。 大火把它烧开哈，然后慢慢的转小火炖上1个小时。姜老师吃饭了？哦。饭呢？这个才吃啥子饭嘛？这个才是就是要吃饭呢，我去要饭。我们按开关键饭生的。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 那怎么办？吃菜呀、啊，多吃点土豆。怎么样？可以。 啊，这个菜没得饭，我操啊，饭煮起的。我先拿2个酒。感觉你带有情绪啊，今天，嗯。有啊。哎呀，干哥。不干。反蒸起了，马上就好了。那么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大口喝酒，来。嗯。爽！哎，那个土豆还可以哈，粉面粉面的。嗯。多吃点土豆当吃饭了。哎，那这块好肥啊！给我！不懂欣赏。嗯。哎呀，没得饭，你头肥又腾起点娘人，娘人嘛，还说下饭才好吃。没事，下次就记到了。把那个肥肉冷冻冷到饭头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嗯，空口吃才是有娘人。你不去看下饭好没有？啊，你去看一下噻。饭还没好。还没好吗？嗯。就是还没反应。我下次记到了，对不起。我也没怪你，这样话说的。你的眼神已经怪了。留2桶嘛，都吃饭，怎么回来了？ 我反正已经吃饱了，我还要吃完饭，没吃饭永远就像没吃东西一样，必须要吃饭才行。嗯，给我留2坨。嗯，凉头省力一点。嗯。嗯。反好了。嗯。要不要反？我不要反。嗯，我已经吃饱了。给你加根咸菜，可以再吃一碗。嗯。